常的感谢议员的支持。各位亲爱的乡亲、各界代表、各位里长、各位市府团队、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新年快乐！有吗？新年快乐！我们把国旗拿起来摇一下，好不好？ Yeah！ 我告诉你，来，我们再祝福大家2020新年快乐！ Yeah！ 谢谢，谢谢！我想所有各界、各个学校。往两侧散开，以方便等一下的暖身活动。行。